刘总，好久不见了。哎呀，你别去停车啦，咱伫个遮等伊一下，好啊。你会紧张无？小可啦，你莫紧张啦。你今日看起来足水个，我相信你绝对是今日会场内面上迷人个美女。哎，阿姨，我那是啥物美女啦？而且当所长一天到晚拢嫌我无气质。气质有一半是靠一个人善良个本性，另外一半是靠日后个培养啊。你有一颗善良的心，加上瑞德这阵仔对你的培养，你哦真正愈来愈好啊！我相信你袂输我今日会场内面任何一个千金小姐。阿姨，我无你讲的遮尼好啦。是毋是瑞德佫甲你讲啥？我拄则看恁两个伫个车底嘛怪怪的，你嘛无啥想要插伊。啊，伊是当处长呢，我哪会敢无爱插伊去面笑我看？我就只是常常感觉家己哦，伤过大面神啊，唔知影通好保持距离，可能造成当时了困扰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算杜瑞德对我淡薄仔特别，遐嘛只是因为我生做参详一个新的太太，我无应该去对有其他想法啦。瑞德，妈，阿你哪会搁提个车？在等你啊！啊，我那头一届哦，参加这个宴会，紧张啊！啊，你做人老实的，唔免讲讲几句我鼓励的话。我都讲过啊，今个宴会算是你的毕业考啊。不过，这阵仔看起来啊，应该是无得毕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徛在这，唔敢去皮啊。我早替你上课啊，教你什么是仪态，什么是礼仪啊。甚至哦，替你经商，我搁请造型师来改造你啊！真正想袂到，你竟然无迄个胆敢入去啊！我哪唔敢入去？你即摆徛遮丢度，就表示你无迄个胆，这就表示哦，你想要逃避啊！你敢就一定要安尼讲话？我伫遐只是阿姨讲要伫遐只等你。还是你有法度。以前就是靠强啊，你愈加强哦，伊愈发达，变伊家己啊。你个性甲伊只真正足像诶。杜瑞德愈是看我无，我就愈要证明互伊看，绝对袂相骗。伊毋是飞机师，是贵星啊，哪会搁出现啊？哟，何爱佳，我你是啥物时阵转来？啊，恁认唔着人啊啦？哎，恁误会啊啦！我给恁介绍一下，啊，这位是张明月小姐。所以，伊毋是何爱佳。啊，我那是一个真善良、真好的查某囡仔，我足介意的，所以我今日唔得专工邀请伊陪我来参加这个宴会。您好，请多多指教。之前嘛，我看过你，无恁家是做啥物事业的？啊，我就一般的家庭啦，啊，伫个山顶有一块地。哦，原来你是参加参囡仔。应该是咧笑我无家做背景，也毋过我收阮母个查某囝，这嘛无啥物好见笑。哎，大总长，想袂到你今日咪来诶！听讲你已经足久无参加这种社交活动啊呢？啊，是啊，您好。啊妈，我边有朋友哦，本来我伫边拍下照哦，拍者，阮先去陪。啊。好啦，无就好啦。
啊，这个月曾经哦，个性有较娇，讲话不是遐尼啊好听，你莫甲伊计较。袂啦，啊来进前哦，当初六六提醒我，伊讲餐厅这种社交宴会的场合，明枪暗箭，防不胜防。我弟，你是想要找我呢，再无啥。不对啊，咱三兄啊，这么简单场面，你都无得应付啊，你起码得当回去啊。我锁定哦，请你放心，我绝对袂安尼就临时。来，我当锁定。哎，真久无看到呢。是啊。哎，今麦你好心嘛有来哦。老总，你好，真久无看。是啊。你这好心真正是将才呢！哎，听讲最近嘉德百货也去抢抢棍，我看啊，真紧就要成为百货界的龙头啊！我哪里唔知啊？你讲的，想我咧，对啊对啊。为着要参加这个宴会，我紧张到连早顿拢无食，巴肚有够枵的。歹势，你嘛介爱这个口味啊？无吃是牛哩啊？免你牛，我无遐尼好的胃口，跟你食同款的点心。看你敢那甲杜瑞德就熟个哦，我是嘉德百货员工，你是我当处长啊。敢讲你是知影家己甲何爱家熟了就熟个，条狗伊要甲遮近，你钓是食金龟婿吧？请你莫有白讲这种话，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。嗯，我想起来啊，我之前有伫个嘉德百货看过伊啦，伊伫遐变变瘦啦。什么？原来不是什么千金啊千金，敢那是一个变变瘦的清洁工哦。一个变变瘦的，竟然会当陪当处长来参加宴会，唔知呀，有啥物卑鄙的手段哈？哎呦，够太够垃圾了！妈，出来啊！明明来全部都伫咧跳钢吹啊，我来麻烦呐。这我当然知呀，不过至少要好一口呀，我得想办法办，什么应付啊？我若是今麦伫个遮发脾气，那安尼我就输啊！我唔若辜负阿姨对我的期待，嘛一定会让杜瑞德有机会甲我踢球。我是嘉德百货的员工，扫便扫只是我的工课之一。只要是公司交代我的工课，我拢会认真家做较好。就参照今仔日的宴会，我嘛甲恁同款，是受到邀请的贵宾，咱大家心情应该互相尊重。尊重，迄嘛爱看是啥啊？你当作一只狗穿了衫，啊都变作是人啊哦！哦，我看你安怎装，安怎打扮，这个面哦，装到甲何爱家同款，杜瑞德嘛袂介意你。我考考你哦，也是较早认好清楚，家己有几扭动啦，莫伫遐坐人面头前安尼，吓死吓。你讲也无唔对。狗就算穿衫，嘛袂变作是人。你看恁，穿明白衫，挂珠宝，看起来才尔啊高贵着。也毋过，恁讲出来话，煞甲恁的身份一点仔都无符合。你也准你咧侮辱我，其实恁是咧侮辱恁家己。你敢若是一个变变色的清洁工？你凭啥物安尼甲我讲话？我看我。扫便扫是安怎？上委屈的是家己呢，对起个良心。我亲像一寡人啊，干那靠厝边食食，根本是鱼塘啊。你拢听好，只要是我杜瑞德啊，啥拢袂当去。